你们大面积的给你们种出来了，这个是真正的山上的小香菇，所以对，原生态的，野生的，野生的小香菇。对，所以你们放心的去拍，它的肯定它的营养价值比那些棚里面的要好啊。你们可以截个图的啊，跟姐说出来嘛。你们不用担心说，哎，我们给你们看到这样子的，会不会给你们掉包之类的？你们放心，信得过啊，群茂信得过啊，强的跟姐说出来嘛，闭着眼睛去拍，真的啊，凭手速去带。你们可以截图，看到是什么样子的，给到你们手上就什么样子的。如果你们收到货过后，不是我们手上的这样子，或者说你们收到过后，它味道难闻，有什么那种别人给你们熏干的、烤干的那种。味道不是纯阳光自然晒干的，没有小香菇的那种菌香味。你们7天之内给我们退回来，都是给你们出了运费险的。所以各位帅们，这是给到你们的一个保障哈，放放心的去我数五个数就下了，不要卖了，好不好？数五个数就下了，来。啊，整个数五个数就直接给你们下掉了，五秒钟之内，我们自己拼手速去拍。哈，各位帅们，对的，对的，对的，是的，特别香。上次买过是不是已经拍了？真的，但我们直播间里面买过东西的人，如果说我们卖的品质不好。全部都是回来黑我们的人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们看到了，没有一个黑粉，没有一个说，哎，卖了回来过后，他觉得说不好的，全部都是回来给好评的，各位叔叔们。所以你们自己去看哈，各位姐姐们，一派血焰。和什么粉，豹子粉是不是？好的，好的，谢谢所有直播间的哥姐叔叔们。现在只有2单了哈，哥姐叔叔们很喜欢阿群墨和阿强友，欢迎你们以后来我们这边玩哈，哥姐叔叔们拍了5单，好的姐姐，但是我们需要的再去买哈，需要的再去买，你们不要为了支持阿群墨，为了支持阿强，不需要的也盲目的去下单很多，对，需要的就去买啊，需要的就去买。69是一斤，不是半斤，一斤它就有很多了，哥姐姐们，一斤它就有很多了。然后阿春末也挣你们2块钱了，一单挣了你们2块钱，我今天已经应该挣了有200块钱了啊，所以很感谢哥姐叔叔阿姨们给阿春末这个机会，给阿春末这个锻炼的机会，提升自己的机会，也给阿春末挣钱，让阿春末。能有一点自己的经济来源去养活家，去养孩子。来数3个数就下了啊，3、2、1，没有了。一拍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藏雪是你拿来炖鸡叔叔泡酒啊？还有什么？炖鸡泡酒。哦，拿过来，拿过来。你天马，天马，天马。美式的。天马。哇，无天马。阿群宝，哎，快点拿过来。哟，来倒出来，倒出来，倒嘛，倒出来，倒。倒嘛，倒完，一起收了，给你，一起收了。哇，他们这些太少了，这村里面的天马真的太少了。只有这么一点点。嗯。天马，这是什么？你们只知道它是天马，你们知道它是什么天马吗？黄天马，哎，黄天马我都不看了。黄天马，乌天马，各位叔叔阿姨们，这是乌天马。这是什么天马？有没有认识这是什么天马的？有没有人认识这是什么天马的？对，给你砸一个看一下可以不？敲开一个。敲开一个，给你看。拿过来敲。你来敲。哦，这里有断的，这里有断的，不要敲了。哦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，各位叔叔阿姨们，它里面密度很密，看到没有？这样子它就不是空心。天马树很高的啊。对，它是实心的，所以它很压秤，可能2、3、5个就半斤了，8个、9个、10个它就1斤了，因为它是密度很高的，天马树很高的，知道不？各位叔叔阿姨们，这样子的。这个天马的天马树很高啊，这是什么天马？乌天马是不是？哇，强天马。哪里是强天马？哎，哇，这个你看一下，这个断了，这个坏的，不是坏的，这个断了的，晒得太干了，断了。想要这样的乌天马的，想要的扣个钥匙，想要的扣钥，只是要帅，只是要帅，动作要快，是吧？想要正宗的乌天马的哥，就是说你们公屏上面扣个钥匙啊，等一下把钥匙扣起来。等一下教你们，真的很难得的。对，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如来碗天麻汤，对不对？乌天麻拿来煲汤，乌天麻拿来炖鸡。你们家如果正在有准备高考，正在有准备中考的，你们家的孙子孙女、儿子女儿正在读书的，对不对？你的儿媳、你的女儿准备生宝宝了的，各位姐叔叔们可以了解一下，坐月子的人吃天麻是非常非常好的，但是对恢复特别好。但是这个东西，大家。一人少拍一点，好不好？啊，要的打个要，要的打个要，要的打个要。
泡酒放几个？半斤一包，一家人要几条？一家人几个人呀？一只鸡大概一个就可以了，一只鸡一个就可以了，一家人一个就可以了。对，是就是很针对这个三，很针对这个三。叔叔，哎，直接爽快一点好不好？你今天给你瘦了这么多了，瘦了这么多，怎么卖？这个怎么卖？400。哎，你加的东西能不能便宜点？哎，你加的东西，我的天！阿什么，你跟叔叔讲一下，我喝口水。这怎么喝的一口？你四百不行，哥姐、叔叔阿姨们，知不知道我们平时收多少的？一样是不是？知不知道我们平时收多少的？那晒了我们干了的，你看。哦，晒干了来看到了。但是叔叔晒干了吗？我们是这样子收的，我们收是我们前面也收过，是不是？我们都是300说的，怎样泡发？用670的水给它泡24小时，它就泡发了。叔叔，你家的东西能不能便宜点？300。你家便宜了好多。你家的东西好是好。好。一口价320，全皮把320扣起来。来，哥姐、叔叔阿姨们，全皮把320扣起来，我们给这个叔叔看一下，我们都是320收的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这个叔叔有点难搞哦。是不是难搞哦？嘿，叔叔，你家的东西不便宜。不是，因为叔叔他专门都是找这些的，他都知道这些商货有多不容易，来有多难找。全屏把320扣起来，320，可以的话就把320就那个了。难搞哟。320行不行？行不行，叔叔？320给你撑完了。今天给你买了那么多，是不是？对，就这一点。只有这一点，你这也不多，好不好？今天买了还是？买了几个货啊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可以。称啊！你们觉得阿强爽不爽快？你们觉得阿强爽不爽快？真的，我是个直性子。你们觉得阿强爽不爽快？爽快要打个爽快。